还没有打完，刚夜市刚开，没打出来呢。试营业。今天第一天、啊，今天第三天了，今天就不让做了，在这儿，后来又让做了。加什么酱？这个沙拉酱。晚上到几点了？卖完。一般就十点多。100多。蛋黄，蛋黄，蛋黄完了，你也太我的了吧？看了这肉松芝士是吧？有个，对，我的，我要的是肉松，培根的两份啊。啊，知道。又把来的都拿走了，我的原味的，再把过来拿吗？不了，不了，让他看了，那你收点吧。你快差人家一份儿，那原味的吧，快尝一份儿，别递给我的，你多付了3块钱是吧？对，你有3块没有？不是，啊，你有3块钱没有？这要番茄沙拉酱，行，做蛋黄不行吗？没事，还得找你钱，没这钱，先做蛋黄呢，能拍到就行。下一份啊，这一份啊，要一个肉松原味的，行。前面还有几份啊？这是，还有好几份不是？一个肉松的，一个蛋黄多少钱？一样了。培根的要到几份啊？一共3份，把它这3份原味做了。我不要了。面味儿是加上个料了，慢点。这个要沙拉酱姐。行。要吧，算个料。啊，这就是咱们的。这培根多少钱？要个这样的吧。番茄沙拉。我们要番茄沙拉。行。还有几个呀？还有一个培根啊，还有一个培根，让你那个什么来着？蛋黄吧。你那加什么酱啊？那个沙拉番茄就行。别定精子了。行，咱们现场吃，吃完散会。行，前面有几份啊？有6-7份。6-7份？嗯。2个人做6-7份，应该很快吧？快。走。做菜的哥们儿，回家饭都饭的。番茄沙拉是吧？对。培根的是吧？培根的。来个招牌寿司。行。不是海鲜，是虾仁。
要肠粉吗？来看一下，要啥？前面有菜单。行，看你要啥的，美女。来丸子好了。下面不要辣椒吧？不要。不要。啊？不要辣椒是吧？行。你是放这儿的，给我们宣传一下章鱼小丸子放。好，放。好，放三豆角。挺好看是吧？鸡蛋吗？有回香鸡蛋，有回香鸡蛋。啊，熟了。多少钱？25个吗？哎。带走吧，是吧？这是生蚝吗？25元。
快了啊，快乐点怎么不送老师烧点啊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我的了，这个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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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好，今天肉馅就好了。这是你的哈。我拿一下可以吗？你还等点戏呢，把馅儿上来了。家乡美食热。啊给了你一个。
来一份。吉祥魂汤面，吉祥魂汤面，每顿多添减。是鸭蛋，好的，不会了。好的，现在是吧？五块钱两是吧？对。啊，五块钱两是吧？对。好，我来，我先。新奶奶一份。吉祥魂汤面，准备五斤汤，香甜香甜，香甜香甜，香甜香甜。
五块钱两个，十块钱五个。有红豆的，有黑米的。要红豆的，都要红豆的。五块钱两个，十块钱五个。可以一样来一个。我来个黑米的。你吃啥的？吉祥魂大的吉祥魂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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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
要一个，是这个吧？加点盐，等我往里加点盐，有点淡，加点辣椒。你干嘛吃鸡是吗？我们走过来，我们走过来。
给你转过去了啊。嗯，给我加点饭。多少钱啊？六块。你要辣椒吗？要。你也要辣椒吗？我那再来一点辣椒，来一点，等一下啊！哎，那没什么刀了。先给人家装，不着急。给，你的。煎饼，你的煎饼做了十几年了。你这儿你这有辣椒的？有辣椒，放着加辣椒吗？辣椒你自己加吧，来，喜欢吃的自己加。你别给我家里边有孩子吃。来，你往这有辣椒，自己加的。弄个煎饼，好嘞。我能自己带着。谢谢太亮了，是不是？
啊，再早一点。现做的，对，现做的，现做的。装点不那个粘袋子了。是啊。啊，你要不少快点靠靠到边。你看孩子吃了。那你别放了，为了孩子你别放了。你要吃哪个？我吃的煎。好嘞。这就是冷面。对。来，给您一个三杯汤。扫到哪儿了吗？给你看看了。好嘞。忘了。这是拉油是吧？对。羊肉慢是吧？羊肉慢，多长时间得十几分钟吧。要不先转一下去？转转，我这咋买烟子？买烟子？烟酒店这儿。超市啊。小商品烟酒店。我这快点了。我先说说呗。这明天晚上我们人路上见的是吧？我们一碗肉，来几个？多少钱一块？两块。还差啥？还有面筋呢。五块钱俩。五块钱俩。五面筋。好嘞。大概有没有鸡皮啊？鸡皮有。哪儿呢？鸡皮。鸡皮现在就没有了，应该是。我看有吧？没有了。鸡皮现在没有。美女。是鸡心有没有？这鸡肉串。这鱼豆腐，两块。还干净点，别拍糟了，拍糟了没？看看。这个呢？这十元四个，十块钱四个，对，十五块钱两个，我也对，还放这吧。放哪儿啊？我放上，放不进去。有馒头片吗？馒头饼有，刚烧饼，刚烧饼行不行？不要，哥们儿，刚烧饼行吗，哥们儿？这么卖的，十块钱四个。九加五的，十四。先给我烤着啊！啊，放着吧。在这儿别倒。好嘞，行，可以。这几个啊？好嘞，你先付了款吧，哥。多少钱？五块、十块、十六。
给我拌一下啊。东西都这技术没拌，那东西拌到一块儿。哦，16。哎，好了，哥们儿，小朋友好了。哎，给你尝。好了。东西在哪儿啊，文俊？抬头。抬头望一望，看看。16是吧？对，16。你先给个钱，回来你就拿着是吧？这不跟我一个人，我都忘了我。多少斤了啊？好嘞。一个下午吧。你说怎么着？给你拌一块儿怎么着？拌一块儿。行，好嘞。我以为你这就。咱们都多放点辣椒。可以。一个烟啊？没卖烟呢，谁说卖烟？没有。我去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卖烟？没有。没事，刚才一会儿走过来买吧。没有。懒得从马上就会有，雪串有，雪串中间。你是国外有烟啊？五个羊串有烟。我有烟。好啊，给办。好了，这个。好了。好了。开场。20吧，对，20。这腿跟后边的。辣椒是不是都？是。没那个音响啊，过去了啊。啊，有，我给这个护肤节什么音响？对。好嘞。再加个这个吧，这一块钱一个，2块，再加个这个。哎，好嘞，你们是这是你的，都是你的啊？啊，这都是我的。哎，好了啊，再付2块啊。好嘞。包起了啊。哎。我跑好直接给你办了啊！好，办了。是我的？不是，别别的。啥眼药啊？要马上。还有两个面皮啊！好嘞，你给我知道演员好，给你好，给我知道。特色是。来，我上上，干嘛？没说弄上一油，没人给你弄一油油了给你。我两个腰子。哎，好嘞。
这个是不用拉了吗？一会儿再拉细。可以啊。我也推的时候，你往后推着，慢慢推啊。
汤醋鲤，二十九一斤；生汤醋鲤，二十九一件，十两件。库房品牌短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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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汤醋鲤。二十九一件，十两件。库房品牌短信，生汤醋鲤。二十九一件。库房品牌短信，生汤醋鲤。二十九一件，十两件。库房品牌短信，生汤醋鲤。二十九一件，十两件。到了你的。
大部分家里的吗？要这么多。要个土豆粉儿。开张了，土豆粉多少钱？土豆粉十块钱。哎，妈妈，朱小鹏看上你了。出锅了，出锅是拍下来了。三鲜的辣椒要吗？上点葱。这样吃啊，
可以。支付宝到账13元。
吗？能带上土豆。戴手套，嗯。Thank you.
12。这个是麻辣烫麻辣拌，14.8一斤，汤的粥。面条是吗？啊，行。
自己带怎么说是吧？你带走啊，还是在这吃？带走，在这吃。那你坐那边。后面吧，后面举报你。吃辣椒和麻油吗？咱那个。少来一点点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啊，行，这个吃。这是谁的？这是后面的，这的。谁呀？七块钱。啊，过去了啊。九块七元。辣椒少放点是吧？啊。还有地方吗？在这儿吃？你这当鸡块儿？这什么也没弄了。免费不喜欢管退啊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如果第一次吃咱家的，一定要先选原味啊，因为咱们首先要对冰粉的世界先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啊，这个认知非常关键啊。吃的时候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先搅匀再吃啊，越搅越好吃啊，一定要先搅匀。来两份是吧？好嘞，然后咱们酸奶，如果第一次吃不是原味哦。好，这个是凤梨酱，来一点点。就两瓶没有了，你拿走。啊，这我没拿。没有微信了。有酱，那前面贴着呢。这些都吃着吧。行，吃的时候一定要搅匀，一边搅一边吃哦，越搅越好吃。来个面筋吧，还有什么？冰粉、坚果。哪边排队啊？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啊！来，给我来粉儿。这两个都是咱家的，这两边都是咱家的，那边也是咱。现在是蓝莓的，蓝莓是果酱。
方美食。这是猪肝，这是五花肉，熏肉，这是熏肉，这是肥肠。来，自己个转个段上面，上面。没事了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哪个人呢？多少一份？是吧？还有人做吗？对。是这意思啊？这是这样的。
好了，重新。
这是人间的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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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啥哥们？五个，都是嘉宾啊。还有他们呢。还有。这是牛肚，这啥子榴莲味？这啥子大自然，自然没有味。干嘛呢你？Thank you.
随便拿吧，我拿便宜。行，这。拿来。多少？还有吗？拿。
你吃串不能很难吃。鱼都不爱。哎，好嘞。这没有鸡皮鹰啊。啊，我手机忘带。啊。啊，就是。你先扣着啊，我马上回来。到了啊。哎，好嘞。每一个转一下，每一个转个圈。不闪有个防护。加辣椒吧，你这个。不要辣椒。好。串鱼豆腐吧，来根烤肠。加一块两块的。我先给你付款，这儿交一份。
我要吃这个。好嘞。这个配上好看。把我的钱你了。因为你不要了呢，你要的啥来着？要钱吗？啊、你不要钱是吧？那个烤菜呢？烤菜呢？这个肉菜呢？是吧？嗯。我给你报账，快点啊！快点，我你看啊，你把它拔出来。